他们说要跟着那阵风去征服每一座巅峰，然后呢？巅峰之后是什么？他们将我捧上云巅，以让我重头来过。不让我回来的，我一意孤行；要让我折服的，我踏入光明；让我无路可走的，使我惧怕的，反要让他们畏缩。他们一直说个不停，因为他们害怕洪水猛兽，那就比猛兽更凶了，比洪水更滔天。势将到来的，终会成功；汹涌而起的，终会证明。既然暴风将至，那就去把那些不服的，都驱得不可磨灭的飞鹰不可的。